这是什么药？这是罗神医配的方子。什么罗神医？这药吃了会有什么用？啊，有什么用？我这腿都疼死了。大哥，罗神医说了，子弹伤到了筋骨，所以离恢复肯定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。你就相信他的狗屁话？这个罗神医是让我一辈子坐在床上吗？不会的，大哥，你别那么想啊。大哥，我看你是根本就没有尽心。如果换了是别人呢？如果是飘儿呢？干什么？啊？你哭有什么用啊？我的腿都疼死了。哭哭就知道哭，你还不如出去另外请个大夫替我抓一副药来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大哥，你别着急，我马上回来。哎呀，我是来向您复命的，我向您汇报天龙山的还有飘儿的情况。要的事儿你就不用说了，我都知道了。团总，我现在已经离开了天龙山，我是自由之身，再无顾忌，啊，我可以帮助您完成剿匪大业呀。瞧瞧你现在这个样，难道你觉得我还需要你帮我吗？啊？团座，我以前帮你做了不少的事情，您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帮我做了不少的事儿，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咱们是各取所需，嗯，这点上飘就比你聪明，所以飘赢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要是你啊，我就找个坑，把自己给埋了。别在这丢人现眼的啊！滚，团座，滚，团座。这是怎么了？嗓子疼。没死就好啊。团团做的符，这条命总算留住了。你可死不了啊！你是属猫的，九条命啊！哎，我那未婚妻没。你那个媳妇儿啊，天天念叨你。这两天啊，身子有点不舒服，我让大夫给她看了，大夫说得静养。飘儿，你看这样吧，等咱们把事情谈定了，你亲自下山去接他。团座顾虑的急事，一切听从团座安排。里边请啊。干嘛呢？这位军爷，连长吃了糊了，没看这娶亲吗？我知道，你们这是送到哪里去啊？马营长啊。马营长啊，没听他老人家提起过吗？都第四房了，母鸡不下蛋，
怎么好意思跟你们小孩说了？啊！哎，奶奶，麻烦你把这些转交给四姨太。啊！他以后指望四姨太在马营长面前替我多美言几句。我叫红尘。哦，红尘是吧？是是是。放在奶奶我身上了。哎，天龙寨真是个好地方啊，风水好，风景好。哎呀，怪不得人人都想坐这老大的位置。恰恰这个大当家的位子不好坐。好坐不好坐，坐了才知道嘛。熟悉地形啊，好啊，反正啊，我也要派驻军过来，带弟兄们去熟悉熟悉地形。是，我弟兄弟们，这边请。向左转，接路走。我说飘啊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今天是大喜日子，你赏给我们几口饭吃。屁，哪来的喜啊？你不是个骗子骗喝的东西，骗了马营长叫你来了。这真的，你还不知道呢。哎呀，这个小刀红他不下蛋，这马老爷一气之下呀，人家又娶了四姨太，这全城人现在都知道了。就是啊，对呀、啊，是吧？啥都知道啊，这还有假呀？告诉你啊。现在那轿子马上就进保安团了，一会儿就拜堂成亲了。你们哥几个也得沾沾咱马营长的喜，是不是？对不对啊？万圣，是啊，简直是太过分了！红红，你可不要在这哭了，哭得我都闹死心了。你说你在这哭能有什么用？自个儿身子反而难受，他也听不见呢。便宜反倒是便宜那个小贱人。走，带我叫上咱们的姐妹们，找他算账去。好，把娇姐也带上。那必须的，走，我带你去。哎，干嘛呢这是？哎呀，都分开。这也没听说要给马营长送什么四姨太呀、啊！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这么小一官，你怎么知道？赶紧去通报吧，你！连马化腾送女人呀、啊！这三姨太啊，是越来越漂亮了。知道我这三姨太就好。我告诉你，赶紧把这花轿给我抬走，省得到时候大家都难看，是不是啊，姐妹们？告诉你，赶紧抬走，抬走啊！三姨太，你就别为难我这老婆子了。你说大家可都知道啊，这舅啊可就不如新啊，这四姨太都上了门了，你说这三姨太就快没地位了，赶紧去通报吧。这你要敢去，我让马营长扒了你的皮，扒了你的皮。三姨太，这，哎呦，三姨太啊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这全城都知道，你们是一帮下不出蛋的鸡呀、啊！吓唬一跳，吓唬一跳，姐妹们，给我上！
这票已经是总票把子了，理所应当啊。哎，你说，就你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女娃娃，要当总票把子夫人，你扛不住吗？哎，不知道，没扛过。哎呀，这和票比起来，难道你也是个不坑不哈的狠角色？啊？我？您觉得呢？我觉得。爸，爸爸，爸爸，营长，你们出去看看吧。什么？哎，四姨太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还是赶快出去看看吧。我哪儿来的四姨太啊？刘虎，阿道，你这看着，是，爹，那我们去看看。是。给您送新娘子来了，来，妹子。亲爱的，哎，这谁呀？这是？不认识我了？装什么装呀？昨天晚上还喊人家小青青生，好多好听的话，还叫人家小青青给你生儿子呢。这是那谁呢？别不好意思啊。嗯。你给我让开！这是谁？这谁啊？你给我说清楚，这是谁啊？我真的不认识他，你哪儿来的？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？我跟你说，你可不能不要我，我肚子里已经怀了你的孩子了。要是现在不要我的话，我就死给你看！死呢？快快去死！快去死！你是谁啊？等，莲花。哎，不是，这也不像啊，这瘦了。我命怎么那么苦？天哪，这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，妹子，咱可不能死！哎，哥心疼你啊！这，就你会死，我不会死，我也死给你看！我走！哎，来来来来来！哎，我的妈！什么情况？这！我们跑了，其他人怎么办？他们有脱身的方法。妹子，你们有个什么俱乐部？有个男的来找过票，说让你到山上转移，然后他们会来接你。知道了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马焕胜的人。真的？
我是子君啊，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这小宝呢？真是，小宝呢？你快点拿出来喊我是娘啊！小宝呢？这是哪儿跟哪儿？什么捐上？不，拉走！小宝。妹子，行了，有我在不会刺的，你说。快，你给我！哎呦，你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马营长，我这妹子呀，她脑子有病。她说您娶了她当四姨太，还请了媒婆过来，我们就信以为真了。你。给您添麻烦了。什么？这是岂有此理！是媒婆了，媒婆啊！来人，媒婆了，媒婆给我抓来！萧桂英和林子轩无意闯入了这间民居，他的男主人叫张之济，他就是票的授业恩师。当时萧桂英和林子轩并不知道他的身份，却见证了他对重病的母亲不离不弃之情，这也为他此后种种的不幸埋下了伏笔。多谢先生救命之恩。哎，你们二位赶紧走吧，我可不想惹这血光之灾啊，快请吧。娘，你媳妇儿呢？她带着小瑞跟小月到河边洗衣服去了。娘连累你们了。娘，快别这么说，扶持您是当儿子的本分，别说连累不连累的话。你把我送到飞庙去吧。娘，这事你连想都不要想。我的病是无底洞的。这样拖你们，我真的于心不忍啊。娘，儿子知道你心疼我们，可是我们也心疼您呢。把您送到飞庙里去，让您自生自灭，那儿子于心何忍呢？大伙儿不都是这么做吗？上个月，老刘头让他女儿给他送去了。前些天，雪奶奶也送去了。他们说，人老了就到那儿去，慢慢的死。娘，别人怎么做我管不着。反正儿子我不能这么做。咱们一家人呢，要活就活在一起，要死就死在一起。您别想这么多了啊。儿啊。娘。好了，娘，别难过了啊，你好好躺着，您先歇会儿，我看看那个药煎没煎好，煎好了我就给您端来啊。来，您好，躺一会儿，哎，好。哎呀，算。我看你别找了，那媒婆啊肯定是拿了妹妹钱，现在早跑了。是，今天这事儿没完，我堂堂的一个保安团的营长，让你们这么戏弄。行了，把他们都给我抓。别，我听我的。算了，我看他也是个可怜人。行了，走吧。哎，谢谢三姨太，谢谢马营长。快走吧。走，看好了，别让他在这闹了。嘿，嘿什么呀？嘿，这怎么闹的事儿啊？这是马焕胜，你今天把你跟莲花的奸情交代清楚了，咱再算完。不是红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不，我不听你的，静着说啊。你先走，我回去再给点钱。不是给钱的问题，当然是给钱的问题了。有了钱，他妈妈就可以治病，不用去泡药等死了。
对，你是可以救他的母亲。那么其他人呢？张家伯伯、李家奶奶，你救得过来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病的不是某一个人，而是我们的国家。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病入膏肓了，如果我们还不奋力拼搏的话，那我们所有人的下场都和张之济的母亲一样，找一个破庙静静的等死，毫无尊严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和你们一样，希望打破这世间所有的不公正，损有余而奉不足的人。你站住！哎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说不说？哎呀，那真是陈小五的小姨子啊！我就跟他吃过一顿饭，别的什么都没干。你真的相信我？相信我啊！哦，去，听上去挺委屈的嘛。啊，不是，那你还想干什么？啊，你还想干什么？啊，你说不说？你说不说？好，说不说？不是，我说你冷静。我说，我马上。你他妈的进来永远都不敲门，出大事了！那个媒婆把那个林子轩给救走了。你说什么？媒婆把林子轩给救走了。你个废物，叫你看个人你都看不住，你看什么吃的？你愣着干嘛？还不去找去？我告诉你，动静小点，先别让团座知道了，知道了吗？去，回来。营长还啥事？以后进来要敲门，敲门，敲门，听见了吗？听见。刚才看见什么了？啥没看见。去。哎呦！我跟你没完。你说，哪儿来了这么一个倒霉的媒婆啊？来来来。哎呦，我的小腰！哎呦，轻点儿！哎呀，疼啊！哎呀！报，没找到，没有，报，没找到。陈小五奉马焕胜之命，开始了四处搜寻林子轩的下落，常去的地方一个不落，却因为骆先生早已转移了相关人员而一无所获。萧桂英和林子轩赶在城门封锁之前离开，得以全身而退。来，红尘，奶奶跟四姨太的话带到了没？带到了，带走。陈副官，这个四姨太请的怎么样？什么四姨太？关着门！天龙寨九太保霍铁龙，这个就是林子轩。那俩呢？就来了吗？笨死了！活这么大就没见过这么笨的人。你才笨呢！我怎么笨了？你就是笨！给我说好了，我自己晕，我自己晕，非敲我那么一下，疼死了！我那不是怕你找不着晕的点吗？我帮你找一找。我怎么就找不着了？你觉得我能找不着吗？猪，你就是的！啊，就你疼啊！我那胳膊让你掐紫了，你是不是？哎，我能不掐你那一下吗？你自己笑的门牙都快掉地上了，戏怎么往下演？不掐你那一下？行，先说慢说，都是你有理。你个泼妇！就，你说谁是泼妇？说你是泼妇，我怎么是泼妇了？我你就是泼妇，董同志，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？啊，打不打？不打咱
我们俩就回家了。我下次我再逼了你，我看见你就毙了你，离我远点啊！ 你开枪！有种你开枪！那个泼妇！我走吧，我懒得理你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我再借他一个胆儿，他要不敢开枪。 哦，忘了，林子轩，子轩，啊，知道，我救的你吗？谢谢，不客气。营长，该搜的地方都搜了，连只苍蝇都没发现，我估计他们可能已经出了定州城了。我是。 还真有敢在太岁爷爷头上动土的狠角色，营长，我们要不要派人上山告诉团座一声？啊，告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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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想要命了？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走，给我扩大范围的搜，周边四个县也别放过，务必要在团座回来之前把人给我找到，听见了吗？知道。不然咱俩都没好果子吃。我明白。你快去。 我立马去。大哥，你为什么去找冯连书啊？ 你们真的像雷大栓说的，早就有来往吗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要去找他呢？去找了又怎么样？大哥。 跟咱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，你还是离他远些吧。秋月，你说的这个咱们，是以前在天龙山上天天看见的那帮家伙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现在被赶出来了，不是在天龙山上。 现在的咱们，就是你和我，所以为了这个咱们，我必须这么做。你要怎么做啊？票不是说我勾结了冯连书吗？所以才把咱们赶出了山寨。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就勾结给他看。 不能那么做呀！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？不行啊，大哥！那我应该怎么办？秋月，你应该帮我呀！我要从票上拿回来本来属于我的所有东西，然后就住在这儿吗？住一辈子吗？ 我请愿死了，我请愿死了！你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别说死，爹没了，娘也没了，咱们死了太多人了。你要是死了，我们娘俩怎么办？咱们的孩子不但一出生就没有爹，就跟咱们一样是个孤儿。 我求你了，大哥，你别说死！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你要做什么，我都答应你。大哥，你不能离开我，大哥。
此时，冯连书和票的谈判还一直进行着，确切地说，是冯连书的单口相声，从定州城中的买卖情势，一路说到了各家店铺的优劣长短，再说到与票联手做生意的种种益处。期间，票因为嗓子疼，只是微笑不语，让冯连书顿感无所适从。我说片儿，我说了半天，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？这说来话长，我这嗓子，哎呦，抱歉抱歉。要不这样吧，啊，我把张才明给我那十间铺子，我给你。不过呀，我有个要求，你让这些债主的生意给我提七成，怎么样？七成太高，不行。那好办，你说多少成，咱们好商量。当天夜里，票将九山十八寨的众位当家的请到了天龙寨，与冯连书一道吃饭。饭桌上的气氛很怪异，众位当家的像得了票的真传一样，或埋头吃饭，或对冯连书微笑，搞得冯连书心里越来越发毛。有点哎，我说票啊。我提出来的要求，底下的人都知道了。他们是什么意思？哎，彪，他们在这儿笑什么？这怎么说？没法。不用走那么近，都听得见。说，怎么了？冯连书让给弄晕乎了。真的？真的。正所谓，大拙破大巧。啊，对，大圣破大棋嘛，大愚破大智嘛。以大变至于不变，以大谋以至于不谋嘛。咱们给冯连书来这么一手，他肯定无所适从，不知如何下手了。说什么呢？你们就说下一步怎么办吧。鸿门宴呗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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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这搞的是什么名堂啊？您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哎，你刚才这个嗓子还说不出话，吃了什么灵丹妙药，突然就好了？一会儿再讲。哎，文总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什么问题啊？我要是答应了你的要求，你能保证九山十八寨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吗？没问题。那可是九山十八寨每一个人哦。我告诉你，我给你保证，没问题。好，你能不能把刚才这个话再跟弟兄们说一遍？大家都听好了，只要飘答应我的条件，我就保证你们九山十八寨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。好，这我心里就有数了。那团座，刚才你看到的这个场面，这是九山十八寨特有的婚丧嫁娶的仪式。婚丧嫁娶？难道是九山十八寨死人了？哪里哪里呀！你看大家伙这么高兴，怎么可能是死人了呢？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喜事儿啊！什么喜事儿？我的喜事儿啊！你能有什么喜事儿啊？出来吧！来来来来来，走近点，让冯团长看看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他当然得在这儿喽，他是我的未婚妻呀，我的喜事儿，他不在这儿那怎么办呢？啊！哎，交杯酒拿来。来了。夫人，李成。哎，弟兄们。从现在起，林子轩就是九山十八寨总瓢把子的夫人。冯团长，我媳妇儿的安全可就全靠你了。飘儿，你耍我？彼此彼此。田副官，带上人马走。是。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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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么？你们想造反吗？冯团长，不是要签合同吗？来，现在就签。答应我的条件，我就签。不，是你得答应我的要求。第一，不得染指九山十八寨在城中的所有店铺。第二，不能主动冲兵攻击九山十八寨。第三，不得在九山十八寨的地盘上驻军。明白吗？飘儿，你别欺人太甚。今天你要是签了这份协议，咱们万事罢了，什么都好说。你要是不签，你就是飘儿当上九山十八寨的总瓢把子后绑的第一个尖片。你敢？从未有爱恨无来路，从未有情无来路。
成了一位守城岗。天是地的头，地是天的脚，天地之间是江湖，江湖像个主。天是地的头，地是天的脚，天地之间是江湖，江湖像个主，正道是归宿。蝴蝶也浪漫眷恋着花蕊，河流音自负追逐着大海，江湖音气吸引着人间，英雄音非凡吟唱着传说。天是地的头，地是天的脚，天地之间是江湖，江湖像个主。天是地的头，地是天的脚，天地之间是江湖，江湖像个主，正道是归宿。